种，所以都会有乖乖的。好，那下一个，我们来评鉴一下口味。现在吃，先吃这个小鹿好了。香菇，香菇的味道比较大。你吃一口吧，这样挖。哇，姐姐把麋鹿给挖掉了，哇，又要挖圣诞老公公。我要帮他脱衣服了，因为要脱衣服才可以挖。啊，你们两个能吃四个那么多？是咖啡的。那个是咖啡的，是巧克力，是巧克力吧？悠悠如何？好吃吗？是巧克力。悠悠好吃吗？好吃。你这样挖，姐帮你撑着，给你挖。你要挖它吗？用力挖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啊，结果没挖到什么。姐教你要这样挖。捞起来，像挖饭一样。对，挖饭，挖起来。哦哦哦！啊，你吃吃看那个雪人好了，要你挖雪人看看好不好吃？好吃吗？什么口味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应该也是跟这个一样，都是原味奶。姐姐吃吃看啊，雪人啊，那、啊、你进来一点啊，姐姐。等一下，一样啊，都是牛奶，都是牛奶的。他们三个应该都一样，只有它是巧克力。你这个要不要帮你脱开？你不是要咬上面这个吗？你要不要咬？姐姐帮你拔掉了，你要拔什么？你这是没有奶油哎。嗯，娃娃，我要吃奶油，好吃吗？你们两个吃不吃得完啊？应该可以。下面你看看，下面是巧克力。悠悠，这只有圣诞节能吃哦，哈。你看它下面是巧克力蛋糕。你吃完等一下会不会刷牙？悠悠，你吃完等一下会不会刷牙？你身上都是，它还有一层软软的地方，是布丁。布丁哦，好吃吗？我把布丁挖出来给你看，你看这边有布丁。哦，真的哎，还有巧克力吗？对啊，这边是奶油、布丁跟巧克力。牛奶的跟布丁还有巧克力。往内挖，又你要这样挖，往里面挖。那、啊、你们两个露出满足的脸吧。要满足的脸要怎么来满足呢？嗯啊！你们说真是太好吃了。要这样，嗯，要这样，嗯，